8月8日，由中国围棋协会、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、南宁市政府主办，南宁市体育局、南宁市体育总会、华智成为联体育产业股份公司承办，北京汇通九星体育文化有限公司运营的2018中国围棋大会在中国绿城南宁盛大开幕，点燃盛夏的黑白激情。开幕式上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黄俊华、中国围棋协会主席林建超、中国围棋协会原顾问陈丹怀、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原常委、南宁市委书记车荣福、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唐宁、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局长李泽、南宁市人民政府市长周洪波、中国围棋协会原主席王汝南、国际围棋联盟理事、上海市英昌西围棋教育基金会董事长英明浩、中国围棋协会副主席华智成为联体育产业股份公司董事长雷翔、北京围棋基金会理事长华以刚、中国棋院围棋部部长王毅等嘉宾云集，共襄盛举。围棋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，被誉为智力游戏的巅峰，是中华文明和智慧的结晶，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和世界文化的重要贡献。近年来，随着 AlphaGo 的横空出世，引领人工智能浪潮，围棋更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焦点，是传统文化与未来科技相结合的完美纽带。中国围棋大会是中国围棋协会五个支柱建设的具体践行，即全民围棋、竞技围棋、围棋文化、围棋产业、围棋外交的首次全方位实施，集全民性、多样性、趣味性、专业性、高端性于一体。中国围棋大会是中国围棋协会政策创新改革的试验平台，是围棋协会改革成果的展示平台，是围棋普及与公益推广的输出平台，是围棋研究与产业化新旧动能转化的促台，同时也是围棋产业研究的学术交流平台。2018中国围棋大会内容丰富多彩，其中最大的亮点有三个。一、2018中国围棋大会博览会暨人工智能加围棋产业应用成果展，是全球围棋界首次举办的围棋产业博览会，也是规模最大、参与企业最全、展品最丰富的一次围棋行业盛会，集中展示中国围棋几十年来的产业成果、文化成果，更是人工智能与围棋产业结合最新成果首次全面公开亮相。举办博览会的目的是为多年来不断致力围棋产业化、研究围棋文化、探索围棋教育、追求科技与围棋结合的各企业机构提供展示自己成果的平台，同时也必将鼓励、带动、吸引更多的资本人才投入到围棋产业化的研究和创新之中。二、百千万工程全民围棋段级围棋王赛总决赛，全国各省有超过50万人参加了预选，高段组总决赛成绩优异者可以申请成为职业初段或是业余七段，无论规模和规格都史无前例。三、全国高校围棋赛，包括2018高校教职工围棋赛和西江杯第五届南北大学生对抗赛，对于围棋进校园有着重要推动作用和意义。此外，还包括2018中信证券杯、世界智能围棋公开赛、2018中国围棋甲级联赛南宁赛会制、中国女子围棋甲级联赛南宁中国围棋大会专场、2018全国围棋定段赛、华夏基金杯、2018赛聚首中国职业棋手联棋赛等正式赛事、胡庆余堂杯中国围棋大会正赛、中国九路棋王赛、马拉松围棋赛、啤酒围棋赛等嘉年华赛事，以及城市围棋联赛2018赛季常规赛闭幕战绩1/8决赛、成为联棋迷接力赛等赛事。中国围棋大会旨在全民参与、全方位展示围棋的魅力。中国是围棋竞技强国，更是围棋文化大国。2018中国围棋大会预计将有万人直接参与，创下世界围棋新纪录。